开心你们会跟我一起唱这样的。我唱一首歌叫《改游影》啊，《改游影》是阿美族的话，美少女的意思。帮我们那时候来唱歌的，来学习《改游影》呗，来，《改游影》再次《改游影》来，《改游影》蹦就《改游影》，蹦就，有点像豹纹啊，啊。我自己的感觉是，我通过这种方式跟大家分享，大家都可以哈日哈韩的，啊，可不可以哈阿美族？虽然现在阿美族还没有偶像，原住民还没有那么多用母语来创作的偶像，没有，我试试看，我练习当偶像的，肩膀肩膀，衣服衣服，超哥超哥，好来学，希望真的可以。再见到各位，12月18、19，用你们的车票好不好？我知道你们会比较远，比较辛苦这样，等你们哦，好不好？好。你答应我喽。啊，真的哦。真的。只有你们前面几个妹妹，你们是怎么了？有心事吗？想太多，我不要想太多，是真的，12月18、19。然后，接下来去法国，接下来歌迷成立大会，真的，真的都是真的。来唱改编，我唱黑友就知道，你们带头啊，你们是资深的，一起哦。谢谢，待会拍照好不好？签名，我认识你。